哎，这我插一句啊，咱们新同事是不是还没有自我介绍的？那咱们这直播部都喜欢整些花活，那各位就来点才艺表演，让大家记住一下，好不好？来一个，谁先来一个？那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唱跳吧。一团，给大家跳个秧歌吧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想一十二都能成。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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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两下子的，这个才艺还有开二倍速的。嗯，对。